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今天我们来换轮胎啊，车子总共走了56000公里了，现在要把底盘升起来，开个盲盒啊，因为我感觉有几次已经蹭到底盘了，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电池的情况了，看一下这个前面啊，前面的下护板全是印子，电池还是没事啊，电池爆啊，还是有时候蹭了一点点啊。电池包没蹭到，看一下这个轮子啊，从这个右前换过来的，今天就把这两条轮胎啊全部换了，再调到前面去，现在我们再把后面的两个轮胎换掉，把前面的两个轮胎放后面，然后前面两个轮胎我就买了两个最便宜的玲珑的轮胎，别的不说啊，就是要耐磨。小王，这个轮胎大概好多钱啊？2-300块钱一条，耐磨不耐磨？消费都降级了，都是换200多块钱一条轮胎了，我天哪！怎么没胎毛啊？不拆毛，这怎么把它剪断了？别装反了啊！现在在小王这里把动平衡给做了啊，把这两个轮胎装前面去。安装完成，洗机两个新轮胎啊，看它能坚持多久啊，现在是56000公里，我们跑到12万公里再换。